回国招募友谊的香港排球队，昨天在击败了成功中学排球队以后，今天下午在石信张植比赛。石信张植的实力相当不错，今天跟香港队打得非常激烈，最后石信张植以3-1击败了香港队。香港队虽然一胜一败，但是达到了盾木友谊的目的。